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？你可以先把武器放下来吗，兄弟？啊，你可以先把武器放下来对，吗？你先把武器放下来，好吧？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的互相帮助，才可以通关，好不好？他拉弓，他拉弓。早安，我们是 Team Moon，我是幻月。我是茶器。好哦，最近我们要继续来玩《迷雾生存日志》。OK，因为我的声音现在不是很好，所以会卡卡的。哦，大家再请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卡卡的，懂字 懂卡字卡懂的，字。懂字懂字懂字。啊，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就一样是来弄我们的盖建房筑，子喽！对，就是盖房子。我要去复仇。你要去什么复仇？毒刺，啊，你要去用组织，好。然后因为我工业区也要弄起来，所以我也需要一些石头。你有看我铺的毒刺吗？我有看到一个是二面立起来的，你到底怎么是放的？三个，啊，三个，你到底怎么放的？那你讲不一是下为什你么就你上是，次会死掉？就对啊，这。就是一个，一个怎样的讲完了？一个很白痴的故事，讲啊，听你说故事啊。啊，因为没有啊，就是我，上次大家都没有看到画面。那你过来看啊，然后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哦对，然后你看哦，我哎，那下面不是很多怪物吗？哎，然后怪物不是在我后面追。哦，然后我就这样子跑跑跑跑，然后我把它放我前面，然后他就往前走，对，然后我就往前走，天然后我才，都被刺了，然后它这不是会缓，它不是会被缓速还干嘛的就吗？跟蜘蛛丝一样对啊，然后我都被怪物追上了，然后我就死了，自己给自己找坑跳，然后找到我的尸体了，你的尸体。啊，那边。你 看，那我个就是主这样持子死的，笑看到死了吗？那个主持还在，这 是我的案发现场。傻眼。恭喜打哈欠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食尸鬼啊！啊，我突然有精神了。那麻烦多来一点食尸鬼。我想到什么东西突然发亮，这种暴吃。又下雨，靠！到底想怎样？白痴哦，我就很不想来这边了哎，哦，我现在就不想过来连续两次是怎样？食尸鬼啦，又出来了啦！讨厌，滚，滚！不是上一次测试结果不是下雨不也不会出不是怪食尸吗？鬼不会死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好恶心哦！不是，食尸鬼，它残血之后，它先碎掉，然后后面会突然组合起来，组合起来是怎样？就是它的骨头会移位，然后变成原来的样子，然后再追我。哇！就像哎！我们玩那个不同冬天，它把你的头拔起来之后，它也是可以把你的头拔装回去。太恶心了吧！我觉得这边比我觉得阿比斯好多了。我听到声音了啦！我不要过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留一条路先？我不知道啊哎呦，吓死我！羊驼。我的土。我现在比较好奇，你有没有羊毛够不够做床啊？你不够吗？我没有羊毛啊，羊毛就你那个有茧而已啊。哦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应该够，应该够。看一下啊、哦，没有我拿线，有啊，够够够，有了。我还以为你有，先拿回来，要不然你在这边。你啊，不是啊，我那时候死掉了，记得吗？我知道啊。那你先来这边，你先来这边，你右边，你在右边，左边是我的。对，好。等下，你说我右边，
啊，你是右边啊。我等下哪里的？我应该是睡这个对吧？睡这个啦，你右边这个。哦，那你再点一次。有了有了。好。那你突然出现在我下面，我有什么盔甲骑士出现？好悲哦！我靠，你这一开始来就来 boss。今天应该也是会非常惬意啦。你不要讲惬意啊，对啊，惬意啊。怎么了？上厕所。你很紧张啊，紧张是吧？好，先来做。木架应该是这样子，还是反的？哦，怎么？没事，没有，我突然忘记东西怎么做了。不管不下了就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样做，这样子。看一下太阳跟是左右两侧，然后左两侧开天窗。啊，可以跟他合，不行。我还是只能用木头。那到底是什么时候？你说下雨吗？对啊。完全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。不知道啊。理智狂降欸，哇，就降很凶啊！哦呦，差点掉下去，下面刚好是竹子。你铺的也是蛮刚好的。那我们在淋雨啊。饥饿、不健康食物、受潮，离理智的玩家太近，很小。受伤，待在黑暗中，身边有怪物，动弹不得。离理智的玩家太近，没有比你聪明。对、哦。Yeah.哎、欸，亮了亮了亮了！伤害动物也会降理智，哎、欸， oh. 任由宠物死去也会降理智啊！所以我的狗，我的狗还好，我的狗现在都酸，我要酸神，我需要酸神。我想今天我们就不求多，我们就求不要死就好，好不好？不好不好不好！等一下，掠夺者掠夺者。掠夺者了，我一回头就看他拿着弓举我。等一下，你这个 flag， 白痴哦！刚立完，你刚立完，我刚立完。他现在朝我们的，就是你的左边，他现在在你的左边的下面。啊，完了完了，下面，等下你左边的下面，你自己注意一下。我要去旁边的树林的。你就这样子离我而去，因为我要砍木头啊。还是你一起来砍？你箱子不是很多石头？是，对吧？树林感觉也不是很安全的、啊。不是啊，啊，竹子在掠夺者那边，请问我要怎么砍竹子？那个啊，我家里的箱子有放一箱，你可以种，种新的。在哭。哎呦哎呦，对不起。这样，他打你哦？没有，还没有。他还没对我造成伤害，好不、哦？所以没有，我觉得我们要跟他们谈判。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世界了，我们要互相合作。对对对。啊，那我去跟他们谈判，应该是可以啦，应该是可以啦。我空手，我空手去谈判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他在那边。他们现在都看着我，然后都不会攻击。对啊，兄弟，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？你可以先把武器放下来吗，兄弟？啊，你可以先把武器放下来吗？对，你先把武器放下来，好不好？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的互相帮助，才可以通关，好不好？他拉弓，他拉弓，你饮水不犯河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看，打架，来啊，打架。来呀、啊！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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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呀、啊！没了。OK， 好，没了。
那谁才掠夺者？你看我，好像我这个句话，我好像听到我们的朋友就曾经说过。哦，我们的朋友，哎、哦欸，你这样讲就有点熟悉。谁才是掠夺者？是不是有一点熟悉呢？你是说某托某吗？哎、欸，某之还是某某力什么？讲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这是鬼，操！哇，硬的，哎，哪里？在我们家右边的。哦，在你那边不在？在我这边，还好。哎，硬，硬这次没有想要跟我讲话，反正我还是不要讲话，不然他要突然赖我，不是赖我，他要私讯我，他要私讯我，不是赖我。我阁楼也来见一下好，我怕临时有状况，下面爆掉，我们还可以往上走。哦，可以。Him 觉得我们盖的房子好不好看啊 ？Him， 你原本家里外面靠怎样？对啊 ，Him 过来，不是你过来。等一下，我下去。我是什么事情需要我过来？你在一楼？对，下来后面。看，这是什么？隐形的怪不见了，等下变成这怪物了、欸。喝水，喝啊！哦，哦，哦，我想一下，这边会想要这样，一二三。哦。又开始干嘛？喂，我没有，我在跟 him 互看，他好像越看越慢了。他没过几秒才发现我在看他。我想说这边来放那个挂肉狗。哦，这边盖几个啊？这边当支柱好了。完了，又盖错了。这边用白色，怎么了？没有。今天是和平的一天，我们要一直这样催眠自己。直接讲催眠。哦，不是你，我不来就是要死。我劝你是不要小白，你等一下就碰到那个脑脑鬼，那他一直就完蛋了。我跟你讲，不会吧？你才那边。我真的觉得玩这个比那个我们跟托托伊他们玩的那个还要恐怖。你说 Steampunk 吗？是啦，只不过玩的那个游戏啊。好好好，废话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会恐怖啊？因为你既定印象是说麦块本来就是长那样了，但是它突然变成另外一种模式，你就会害怕。超怕，怕爆，怕。讲什么？叫语无伦次，语无伦次，不好多，好多！哎呦，我靠！为什么他可以穿透你，然后吃到我？他只是你瞄准你、啊。哎呦，我靠！真的是哎、欸，我那个奇怪体质还没有那个哎、欸。扯！哎呦，不会怕？还有，刚刚已经死了两只啊！哎、欸，干嘛？这样干嘛？电脑被打了。你被打了，弓箭手啊！你有听到弓箭的声音吗？没有。哦，蜘蛛，蜘蛛会远距离攻击哦。哈？蜘蛛？哇！会，它会吐丝。它吐丝。对啊。我靠！我靠！蜘蛛会远距离攻击啊！我靠！我就知道。干？嗯。怎样？我也被射了。为什么会有袭击翼？为什么会有袭击？哎、欸，没嘞！哎、欸，没嘞！哦，哎、欸，我都被洗掉了、欸，我都不想知道没嘞，瞬间就没了。哇，奇怪、啊，好诡异哦！想射是不是？来啊，射啊！我就不信你能穿过玻璃，嚣张，开嚣张！有人一直在挑衅人家。我是想要让他们去射自己的同伴。那、欸、你要下去啊？
为什么爆炸了？靠北，为什么爆炸了？爆炸了、欸！为什么它可以自爆机车、欸？哎，我们一排、欸、一点点的地方没了，但是还在，啊、防御还在，快要被突破了，哥。不是，苦力怕有可以这样哦、喔，它有它跟蜘蛛一样有第二种功能哎、欸，还是他们两个在互怪物互打哦？应该是互打。白痴、喔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在乱搞、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在挑衅。哦，所以我们舅家那一次也是因为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在互打，然后火力怕自己自爆，所以我们家炸掉了。应该是哦，应该是哦。嗯，这不能怪我、啊，白痴！要早上了，要早上了。我看到那亮丽的太阳，并也没有再找我们麻烦。他们自己跑过来自杀了。然后他们就被户籍啊。哎、欸，那挤多一点，再挤多一点。等一下，欸、对你刚刚这样子，你有拿钓竿吗、啊？没有啊。靠呗，刚刚是谁丢钓竿的？你认不是你认真？我认真啊，我没有做钓竿啊。不是啊，刚是从我后面丢一个钓竿出来、欸。真的啦，真的啊！我想说，看这些奇怪的事情、啊。我想说，你怎样在钓我？为什么你都可以碰到灵异的事情啊？我知道啊。Him 啊，不是啊，我们两个中间也没有差那么多、啊。Him 那边我们中间钓我。小僵尸，哎、欸，你要救他！我完蛋，你完蛋！我、欸、靠！我靠！我靠！白痴哦！谁啦？僵尸啊！你是他小僵尸，你冲他啊！就是他。完了，哎、欸，我们要活过来，我们要活过来。还好他不是，那时候他还有一堆怪物说吊我，白痴哦、喔。还好，哎、欸，你被吊哎、欸，你又被吊了。哎、欸，你靠！干嘛？硬啊！他发一个告示牌啊！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要过来看啊！哪里？我靠！哪里？那刚被炸掉那个地方。有哎、欸，有。他没写字、欸。有啊，他有写字啊，有写、欸、字。他来了！干嘛要打我是？要打我是不是？我觉得他也是掠夺者，他看起来就那个鼻子。我屁事哦、喔！关我屁事！傻眼欸，你拿到什么东西？欸，有一个凋零骷髅头，有一个凋零骷髅头，笑死！我没有多少图啊，给你补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迷雾生存日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今天因为又突然下雨，导致我们木材的采集速度又减半了，真的。然后还好啦，房子的雏形已经大概出来了，然后再盖一个阁楼，确保我们下面被炸掉之后，还有上面可以进去。别在玩闷啊，你信吗？那下一集的话，应该就可以把我们家盖完之后，我们就出去再采集一些，应该说探险啦，算探险。然后我真的很期待我们之后探险的时候。我没有很期待，我们很期待，我很紧张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你跳下来，我很继续找你。哎呀，我们没有默契。好了，拜拜。